个韩国棒子呢目中无人，装傻不理别人，于是呢魔术师直接将牌盒瞬间分裂变成两个小牌盒，看他表情就知道多么的懵逼，点个赞我交给你们。好的，视频总管，牌盒瞬间呢变成两个，这个是怎么做的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需要准备两个牌盒，然后放在一块，然后这边呢准备一个大的牌盒的封面，把它叠过来，所以你变的时候只需要把它用力的拉扯，因为它会叠过去，所以这样就会瞬间呢有一种大牌盒闪现成两个小牌盒的错觉。学费老铁点个赞，里面可以装一个很 Q 的扑克牌，这样你观众看的话会更加神奇。烟鬼魔术师吸了一口电子烟，然后吐到牌上，哎，扑克牌发生改变，妹子直接疯掉了。Oh my god！ 点赞教学，怎么做的？点个赞教给你们。好，首先我们需要一张扑克牌，好，它一半呢可以翻折过来，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这样拿着扑克牌，我们一放手，它自然呢就会变成另外一张。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，为了不让观众看到这个翻折的动作，我们可以吸一口烟，吐上去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没有烟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这样通过这样简单的晃动也是可以完成这个变牌效果的。学会的老铁动手制作一下，点赞关注。每天渣男呢在路边打开书包，然后呢拿出一根吸管，结果呢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啊，旁边的四八妹受不了说不要不要停一下，完全不理会，点赞教学。我们今天学的魔术啊是从一个纸袋里面呢拿出一根吸管，这个吸管长度呢明显会比这个纸袋会长很多，这个是怎么做的呢？点个免费让我教给大家，非常简单，我们把吸管中间剖开，然后呢吸管就可以很自然的折叠起来，好，所以呢这样就很轻松可以把这个吸管呢藏到那个纸袋里面去，因为这个吸管被折好之后呢它实际大小好折这么大，你在拿的时候呢把它一次性拿出来，它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很长的效果，这样拿着它观众是看不出破绽的。渣男拿两个杯子，然后呢分别倒满可乐，让妹子闭上眼睛，他偷偷把可乐喝掉，他的会消失，结果妹子的也跟着消失，点赞教学。一个纸杯一杯水，把水呢倒进这个杯子里面去，直观简单神奇。接下来呢你不用做任何多余动作，只需要把杯子的盖在手上数个一二三，瞬间呢会发现水呢神奇的消失不见了。就这个魔术想学老铁点个赞我教给你们。其实咱们呢杯子里面放一丢丢那个叫做吸水因子，吸水那个粉末很少，一丢丢就可以做到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，小孩子尿不湿，你把它拆开里面就有这个东西，它可以将水呢全部凝固成这样的状态，所以它就会看不见水，然后神奇的消失。学费老铁点个赞，谢谢。一人抽一张，比大小，你先来。死没？死了。周润发总管找出一张扑克牌，一张黑桃 K， 还能不能找出一张比黑桃 K 更大的扑克呢？像这样，是的，两张黑桃 K 呢，明显我的更大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在最上面呢放上我们需要的牌，摊开之后呢，我们在拉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看，偷偷把第一张扑克牌滑到这边来，然后拉的时候呢，自然会拉到我们喜欢的扑克牌。你学会了吗？点赞关注，每天。这个是泰国的网红魔术师，拿出一个钱包甩了一下，弹个响指，哇，瞬间着火了，非常帅气，点个赞我教给你们。好的老铁们，泰国男子同款的街头钱包耍帅魔术是怎么做的呢？今天呢就教给大家，其实非常非常简单，我们需要一个稍微动手制作的钱包，当然也可以买成品。好，它一面是正常的，另外一面呢打开之后呢一波动它就会着火，着火之后呢把它合起来，那这边自然就是正常的，当然你可以单手表演这个魔术，好，不过呢我更加推荐大家的是双手表演，好，这样因为这样双手表演呢更加方便更加安全。喜欢魔术老铁点赞关注，每天教你各种神奇的小魔术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